嗯，我的都是我的。老公啊，老公，你真是想多了。你吃这个。你不吃啊？我不吃。我就静静的看着你先吃。我得看好我的宝子，不能让媳妇吃了。得想个办法把老公支走。你再去哪儿去辣酱？我不去，你去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都是我的，你坐。嗯，真香。一口包子，一口辣酱，太香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人家这香葱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。现在都蒸菜啊，这不是在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哎呦我。哎呦我的妈。早就猜到了你会这么做，今天就给你来个计中计。老公你吃饭呀。来了来了。来选哪个？又选，选一个吧。我选这个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嗯，不对呀、啊。咋了？怎么这么多鸡蛋？你做的饭我哪知道？就先配合你一下。你为什么有声？我先吃你的，你吃完我再吃。我怕你跟我抢。我先吃馒头。等一下，你就吃空盘子吧。来，老公，芝麻酱拌面条，可香了！来来，多放点，多放点。你给我，我自己拌。哎呀！哎，老公，没辣酱了，再去拿一包。你去。拿呀，那不是就在你那儿吗？我已经拿过来了。哦。真香，哎呀！嗯，真香。
这辣酱裹馒头，太强，你要不要来？哎，老公，你知道吗？咱家辣酱，我跟你说，蘸着肉，哇塞，肯定香。那肯定好吃啊！还炒呢，蘸个肉特别香。看见你就烦人。你别笑，真膈应人，还委屈巴巴的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。这机会不来了吗？烤呀，快到我嘴里来。妈真香，哎呀。这一会儿不露馅了吗？还没回来。我得上点手段了。这要是让他发现了，估计我多半是完了。完美，我掐指一算，一会儿可能要挨揍，抓紧吃吧。这酸辣粉味道还真不错，不能吃了，要不一会儿扛不住了。哎，好，行，等我一会儿啊。今天表现不错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是。一天打你800次都不嫌多。